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欢迎收看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e and Friends 特别节目。我是今天主持人 Lawrence。现代人享受着科技文明带来的舒适环境，但相对的也带来了忙碌的生活。你有多久没有慢下步调，看看周遭的自然风景呢？宛如画廊在今年初夏展出拾花弄草创作展，希望带着大家在慢活步调中感受生活美学。今天访问的第一位艺术家，他不仅是艺术家，还是策展人，很难得再看到他的作品展出。让我们欢迎青木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青木。青木老师好。好，青木老师近年都帮宛如画廊策展了一个新的新年度的一个第一档的展览。嗯，那这次的拾花弄草是今年的第二档的展览。那老师也从策展人转换成一个参展者。那当初接收到这个展览邀约的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有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就是，当艺术家他比较可以轻松的做自己，那策展人的话，他要兼顾很多人的感受或者是需求，像是我觉得他要当画廊跟艺术家之间的桥梁，然后他也要当艺术家的作品跟观众或者是厂家之间的桥梁，所以他比较在做的是一个服务的性质。那这个桥梁就是让两者之间他彼此的需求跟他的供需可以达到一个连结，就是它是一个连结的作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策展人他也可以实现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感受、理念，或者是他对于社会的一些观察，然后时代的脉动的就是他可以透过一个展览的实现，所以他本身也是有一个创造的过程。那只是说艺术家他是透过他的作品去呈现，然后策展人透过一个展览活动，然后包含整个展览期间去实现他的想法，或者是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跟回应这样子。其实老师的分享非常的真实啊，其实做一个策展人要看全面性的一个专注，那只要做一个创作者艺术家，其实你专注到的是你自己的创作的部分，所以这两个角色是截然不同的。对，那我觉得艺术家里面，我觉得因为策展人他比较是对外，他在处理的是社会这个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艺术家我觉得他比较是像是就是王家卫他在《一代宗师》里面提到，就是一个人的武林，就是说他比较是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面去建构，就是透过作品，然后透过长时间或者长年的创作这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去建构自己的艺术的那个世界观，或者是现代说的一个小宇宙，然后随着作品，随着时间的推演，慢慢把那个艺术的世界观慢慢的往外扩延，然后慢慢的建构出来。所以人家说艺术家是孤独的，或者创作的过程是孤独的，因为他必须要在一个未知的领域去探索，然后去发现，然后去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好，那我们回到创作的部分哦。那这次创作老师创作的题材是以草丛为主，那也非常符合这次展览的一个主题。那我想请问，因为老师从事草丛从这个创作的部分也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了，那请问老师当初做这个创作的时候，当初的初心啊、发想啊，是怎么想要用草丛来做一个创作的主题呢？就比较近期来说，因为我在我的研究所的硕士是在东海美术系，然后东海它本身是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然后它是建构在一个大肚山的一个山坡上，然后因为它本身早期是美国的教会资金的益助，所以他们有比较宽裕的资金去建构出他们理想中的一个校园的环境，所以他们保留了很多大肚山上的一种自然的环境，所以走在校园里面它很像是走在一个自然，就是在校园里面走的时候，在漫步的时候，我会被树，然后会被看向树的时候那个就是
叶子跟叶子交错的时候，那个光，然后透过光回去看到远方的天空。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吸引我。然后再来就是当我就是头低下的时候，我看到的是草丛。那所以我在东海研究所那一段时间，我有画过一段时间的树跟天空，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种漂浮的感觉，然后漂浮的感觉我去跟天空做一个连接，但是我觉得好像画到一段时间，画了就是几件作品，几十件作品之后，好像发现进不去，就是无法再继续往前。那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好像需要一个踏实的感觉。这个系列是从大概2011年年中之后开始发展，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有10多年了。那我觉得从后设就是我这十多年里面，我站在2024年这个时间点再回过头去看，我觉得可能是那时候的我觉得需要就是脚踏实地那种感觉。那种脚踏实地里面我后来在想，因为这次访谈，我就在想说可能跟我以前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以前接受到教育里面有一句就是有蛮吸引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比较接近道家的或者是中国的传统的思想，就是善上若水，然后还有一个就厚德载物。那厚德载物里面，它的载物就是后来的人去诠释，他说水利万物而不争，然后地载万物而无言。那地载万物而无言，我的理解就是地去承载了万物，然后草丛在这里生长，树在这里生长，然后人在这里行走，然后人在这里盖房子，就是他去承载了这一些，默默的去承载，然后可是他没有怨言，或者是他不会去夸耀，或者是不会去言说他做了多少事。那我觉得这种踏实的感觉，或者是这种去承载别人生活，或者是承载一种梦想，我觉得好像是那时候的我的一个生命状态需要去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觉得草丛这个部分算是我的性格里面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发展。听老师这样子说，你就可以说其实你有找到了让怎么感动自己的一个元素，也就是说你想办法用不同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去把你心中的一些感动把它做出来或者呈现出来，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做法啦。那接下来想要跟老师探讨一下，说在这次的展览，你其实用很多不同的媒材来去做创作，我们看到了可能有我们说可以看到说版画的部分，也有胶彩的部分，甚至有铅笔素描的部分。那在这样不同的媒材之中，老师想要有特别的一些展现的手法或是方式吗？就是应该说我在画胶彩之前，就画这个作品之前，我会做一个铅笔的线稿，就会做到1:1的线稿，就不管尺幅的大小我都会画到1:1。那我觉得在画线稿的过程中，就是用铅笔去画，就最简单的工具，在那个过程中我是最享受的。最享受的原因是在我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的思绪是很繁琐，而且脑筋或者是我的心其实是不断的转得很快，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然后加上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网络的时代，数位的时代，其实它的资讯量是非常的庞杂。那我觉得每天接受这么多的讯息，然后心是纷乱的状态的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它反而可以，尤其是在画铅笔线稿的时候，它反而可以给我一种静心，就是可以让我的心静下来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它很像是它的那个状态，或者是它有一种仪式感，那种仪式感很像是，我觉得我在日常生活中很像是水是浑浊的，然后在画画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画铅笔线稿的过程中，我的脑袋是停止运转，就是停止在思考，或我的心是沉静下来，就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是很专注的在做
线稿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像是一滩浑浊水里面，它会慢慢的沉淀，就是泥沙会慢慢的沉淀下来，然后会透出一个清澈的水，它原来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中对我来说，整个心可以静得下来，因为铅笔线稿它往往一画就是一天、两天、一个礼拜，然后甚至大作品的话会画到几个月。那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还蛮享受的，就是说好像时间跟空间的束缚消失了，然后感觉自己的心是在一种很自由或者是很轻盈的一种状态，然后你那时候听到的声音、音乐或者是广播或者是谈话性的节目，会让你知道说哦，你还处在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然后你跟这个空间或者是你跟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连接，对，反而它是一个提醒的作用、okay. 或者变成一个背景的音乐，是是是，这样子。所以画线稿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反而最能够呈现我的当下的那个心灵状态，它可以去记录我当下最真实或者是最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称它为就是第一次创作。然后反而胶彩，因为画胶彩过程中那个铅笔线稿一比一的线稿草图画完之后，我会做一个转稿的动作，就是透过底下的镊子，镊子就是一个复写的作用，去转稿过去。那转稿过程中也很享受，因为你就是不需要思考，就是手就一直动就好。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中也是很像在作品里面去慢慢的去发展，或慢慢的去建构出、长出那个你的艺术世界的样子。那我觉得比较累的反而是上色的过程，上色就是上胶彩矿物颜料过程中，它比较多需要专注，就是画线稿的时候可以放空，然后可是你上色的时候反而需要专注，就是专注的时候就是当你的笔然后沾着颜料的时候，你这一笔下去，你的快慢或者是你下一笔你要接着沾什么颜色，或者是你要涂在什么样的面积，就是它那个当下是瞬息万变。那瞬息万变，你需要很专注，那种专注是非常的累，就人家所谓心力交瘁，或者是它是非常的消耗能量的。我觉得上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能量的消耗，然后画线稿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能量的积累。那金老师这样的分享，其实在不同的媒材，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是完全不同的心境。过程也是完全不一样。对，那在这一次的展览之中，我们有一幅的作品哦，展出的作品非常的特别。我们因为草丛，我们都觉得是绿地嘛，好像一个大绿意洋洋的部分，但都觉得说是草一个横幅，但是有一幅作品反而是直立的陈列。这个我觉得非常的特别。我觉得当初在欣赏这幅作品的时候，也是满头的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可以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在绘制这个作品的一个心境？因为这件作品里面它是一个直立式的，然后其实我这件作品有在其他地方展览过，就是公家机关商业空间，然后其实有两个商业空间他们当时都帮我摆成横幅的，就是他觉得好像这种观看草丛的视点对他们来说，张纸是自然的，或张纸才是习惯的。对，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那时候画那个草丛的时候，我是画的那个草丛是人行道旁边的草丛，它就是我从学校，我那时候念的东海美术系，到我回清水的路上，所以我的底下的那一端是东海，然后上面那一端是清水，所以就是我从学校东海回清水的路上，就是中科路那个路上，它旁边的人行道，因为一般会种人行道树嘛，然后它底下会有一些草丛，对，所以我的视点就是张纸的视点，对我来说是很自然。我就想象自己骑摩托车，那时候大学比较多是骑摩托车，看到的那个视点，所以那件作品我给它取名是返心之行。那个返心之行其实就是回家，从学校回家的路，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就是你回到自己生命的一个原点的，生命的原点的这个状态，然后生命的原点这个状态里面，就是我自己本身对我的艺术观点，启发很大，或者是我在
艺术的世界里面，我有一个我的偶像，我的偶像就是那个道家的庄子。然后庄子里面他有一个哲学的观点，就是他觉得生命的过程或人生的过程其实是一条回家的路。那回家的路就是说，你要跟艺术创作一样，是你是返回自己的内心，然后回到你生命的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就是所谓的生命之初。是，然后所以我给他取名叫反省之行，也是去向我的偶像，就是庄子，或者是他的这一个他的这个观点去做一个回应。了解。好，我想这次老师在各阶段的作品都在这次的展出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好，那也感受到老师在不断的一个挑战自己。那想最后啊，还是要请老师分享一下这次参展的一个收获。分两点，一个就是从艺术家的角色来说，在这个当下，我觉得我会把每一次的展览都当作是一个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一个新的朋友，他背后代表就是他自己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那我觉得很像是透过他们可以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认识这个新的世界，他会反馈回来，丰富或者是拓展我自己一种生命的视野，他会有一种潜移默化，或者是他可以让自己的艺术的世界更加的拓宽，更加去建构自己一种艺术的世界观。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策展方面，因为像这一次的陶老师，他对于作品跟作品之间的理解，还有不同的作品之间摆放在一起的一种化学作用，我觉得他的理解能力跟他的想象能力，跟他对于整个宛如画廊这个空间，作品跟空间它可以产生的化学作用，就是又上了一课。那我觉得这是我在这次展览里面的不同的收获。了解，谢谢。好，我们谢谢青木老师的分享。无论是策展人还是艺术家，青木老师皆引领了观者思考，倾听内在的自己，让我们在繁忙生活中为自己留下一点静谧的时光。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访问今天的第二位艺术家。欢迎回到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an 的 Friends 特别节目。今天访问的第二位艺术家，他的作品在伊谷的人列中带有宁静感，但我觉得绝对不是表面上所看到的感受。究竟他想透过创作来表达什么呢？马上请他来分享。欢迎艺术家张子萱。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子萱现在非常年轻，还是大二的学生，对吗？对。OK， 那你当时接到这个展览的邀约的时候的心情是如何？其实当下我是觉得蛮兴奋，但其实也充满那种挑战感，因为这一次的主题花卉我是第一次接触。我以前一开始其实是比较多画油画水彩的动物，就小鸟啊、小猫小狗等。那我第一次接到这一个展览大概是在5个月前，那这个我当下其实除了兴奋也有一点点不安感。因为我在做这一个花卉的收集资料前期，我在找花型一直都没有办法找到符合我心目中想要的那一种花朵的形状，因为花除了它们前期的含苞待放的感觉，它后续即将枯萎前的那种绽放的感觉，那种张力也是非常吸引我的。所以我一前期在找图片到绘制花了蛮长的时间。那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找资料了。资料，对，找资料，因为我除了网络上找的，我其实更取向去自己拍，我去花卉花市，然后或者是邻居家的花圃借花来拍。我拍了大概有500张，快1000张的花朵，但其中被刷掉的就有300多张了。每一张都有经过陶老师的检查，
对 ，OK， 了解啊。好，那我想在分享作品之前啊，因为大家对你的作品一定有相当的期待哦。那我们先了解，来跟你聊聊看说，说子萱，你当初是怎么踏入这个艺术的领域呢？我其实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可是我到高中才正式进入美术课程。我是到复兴商工啊、哦，是，对我正式踏入是在复兴商工。那我前期因为我起步的比人家晚，比跟其他同学相比，我是高中才正式开始接触这种绘画的，所以呢，我一开始是很认真在练习那些笔法啊、技法，从素描开始慢慢练哦。人家都已经在创作了，我在画石膏静物，可能在画人像的 T 字形，就刚开始在练习，所以我前期都不敢做创作。我是到了高中三年级才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开始这样做自己喜欢的。是。那听你这样讲，其实你在接触真的我们讲说专业，真的开始在做这方面的一个素养或者训练的时候，其实时间上并不是那么的长。对。那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然后就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成果，我相信这一定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这次的主题哦，因为它是以红花为主题，然后蓝绿色的一个背景。对。那你在做这样的方面来讲，就是这整个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还有想呈现的意涵又是什么？你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主要有想分享的是左边那一幅花，那一幅红花的话，它是叫做红花绽放。那我一开始做这一朵花，其实我想我以红色暖色调为主，然后蓝色的冷色调，其实是想要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其实人生就像红花，就像花朵哦，不一定是红花，有人可能是蓝花、黄花、白花。嗯。那我希望人就像花朵一样，就是绽放自己的魅力。那我选这朵花型，其实这一朵花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它就是在邻居家的花圃遇到的。是。那遇到这朵花，其实我觉得蛮惊喜，因为当下其实我是在上班的路途，然后突然之间过的时候看到那个花圃，哇，刚好我最近要画花，嗯，我就止步在那里，我就开始观赏，我就想说有没有我可以采纳的花朵呢？然后我就看，我在那边花圃也大概拍了五十几张照片，嗯，对，我光在那边就拍五十几张，突然发现哇，这朵花花朵绽放的花型怎么这么符合我想要的？它不管是花朵的张力、花瓣的数量，甚至是它花苞含苞待放的那一种效果，都是我喜欢的，很符合我要的主题，嗯，我就把它拍下来，一朵花我就拍了十几张了，然后给老师看，老师第一眼看到也是非常的喜欢，就认定它。哦，所以是用手机拍的吗？这一幅画我是一开始是用手机拍，那后续我有在做相机的拍摄，是因为我需要比较细节花瓣纹路的部分，嗯，对，因为听你的描述我是非常细腻的感受。对，因为一般人看到花只有分漂亮不漂亮、喜欢不喜欢，但是你在一个花型的部分来讲，你把它分析得非常的仔细啊，这可能跟你在从事这个美术和绘画之前的过程之中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联性啊。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图卡上面这边有一幅，哦，也是一幅作品，它上面反而有黄色的一个部分了。那你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幅作品呢？其实这一朵花，我在找它的时候，它一开始它是我第一个通过的花朵，就是陶老师第一眼看到是觉得 OK 的。那我会选这一朵花，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花朵不一定是红色的，有白色、有蓝色、黄色，甚至有绿色，绿色比较少见。那我选这朵花是因为它就像我们人生命中会有一些转变的过程，不一定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色，它会从中心原本是黄色，慢慢的变白，慢慢的变粉，它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就人的多样性，它不一定是从头到尾都是同一样。OK， 那其实你这次展出的作品之中，有一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好，那个名字我记得叫做《蓝色梦境》。哦，蓝色梦境，哦，是，但反而不是绘画上的一个表现，反而是这个花的一个名字，它好像把你的花，这个是朵花跟背景，然后它跟梦境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其实现场有很多人对你的作品是非常惊艳的，那想说这个梦境之间的关联性又是什么？那这个是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说明。好，那蓝色梦境这一朵花，它其实呢，它一开始的呈现方式，它背景并不像现在的蓝，它是稍微带一点暗沉的那种深蓝色。如果按单比它的名字的话，会比较像噩梦那样子。哦，是。对，那其实这一朵花，它最后会变成现在这种淡蓝色的呈现，是因为呢，我在画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因为它是直接正向面对我们的观众嘛，那我觉得它就像我们
生命中其实人要面对很多事物，在现在大众，那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希望他可以徜徉在梦境，他旁边的边缘有带一点晕出去的效果，他不是完全的锐利的边角，是想要带一点梦幻的效果，有种现实跟虚幻交叠在一起的感觉。OK， 那因为这一次第一次嘛，也是以花为主题，那你未来还会尝试，或者说这次画上花为主题的话，会不会画出兴趣来，然后下次以后会继续朝这个以花卉为系列做一个创作的一个主题呢？有，我目前跟陶老师其实有在持续沟通，但我现在就是有点想把我家的动物，我家的狗狗啊，或者是其他猫猫狗狗，把它们跟花卉做一个结合。对，不单纯就只是单独刻画一朵花或是一只狗，就是把他们两者做一个结合，就是把你之前的一个绘画的基础跟现在这一次画展中做画画的一个经验，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创作的一个理念。对，这是蛮好的。那还有另外一幅画我也蛮有兴趣的，它的名字叫做生命之源。哦，生命之源。对，因为它的花型跟现在这种绽放的又不太一样。是，那这幅作品是不是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呢？生命之源这一朵花，其实我会帮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呢，它绽放的角度跟它的那一种花瓣生长的张力跟其他花不太一样。其他花大多是以正侧面或者是正面去展示在观众的眼中，那这一朵花，我第一次拍摄它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比较偏向斜角度做一个绽放。对，再加上它的颜色有点蓝紫色，就跟其他花就完全不一样，其他花都是以暖色调为主，这朵花比较特别，它是蓝色。那我觉得它的张力，它向左右张力展开的那一种，非常符合我想要的那一画面呈现，所以我就选择它。那它会叫生命之源，也是由于它的这种花型绽放的感觉。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因为这次算是参加第一次的联展嘛，而且在正式的画廊，那有些哪些收获呢，跟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回馈呢？其实我最大的收获是来自观众们给予我的回馈，因为我在绘制的时候，我多主要是以一个主观的角度去思考我想带给观众什么。那我在这次展览学到，原来从观众那边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我从中就可以选取，我哪边需要做改进，哪边需要做调整，那再去做我的创作，之后后续创作就有一些从他人得来的观点去做调整。是，那这想法有没有一两个你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个说明呢？其实这就要讲到我的偶像，因为我前面在画花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一个参照的对象。那陶老师他就是推荐潘玉老师给我，那我就天天刷潘玉老师的他的社群网站啊，他的图片来看。那我这次就有遇到潘玉老师本人，我超级兴奋的，当下好开心哦。那潘玉老师就跟我讲解说，像我在画花的时候啊，我需要去注意花纹路的刻画，如果我没有要做到非常细腻的时候呢，我就要去看它的色调。色调不一定，像红花不一定就只有红色的光源，红色的光展现在大家面前，它其实也可以带一点紫，带一点蓝，带一点其他的色调。甚至是我在做创作的时候，我这次采以的是3公分、1.5公分的画框。那他希望如果我单独展出这样子的一幅画，如果想要让它有张力，我就应该要增加那个画框的厚度去展示，才不会被背景白色的墙面吞掉。所以这都是一些额外的在学校里面没有学习到的一个收获嘛。对，我想这是参展或者说观展来出来看看这些展览的部分最大的一个收获啦。我想对你来讲应该是对未来的信心一定是满满的，也希望更去研究，就是说去接受更到未来的一个挑战。我想这作品是一些养分啊，我觉得可以好好去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对，好，我们谢谢子萱的分享，第一次以花为主题就能展现与众不同的生命力，非常期待未来展现更多精彩的作品，也邀请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慢活时间来一趟网如画廊，欣赏拾花弄草创作展，为心灵灌溉满满的能量。 I love art， 下次见，拜拜。